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刘子轩为 OTT 娱乐自制剧种蔡女神，在花莲 long stay 长达一个半月，她的妈妈珍珍特地带了许多伴手礼前往探班，关心自己儿子的同时，也为剧组所有的人员加油打气。珍珍的出现让剧组十分惊喜，特别是妥宗华及阿娇。妥宗华曾经在45年前与珍珍合作过，当年只有10岁的他和珍珍一起演出《心有千千结》。再一次看到珍珍难掩激动，他说真的是太久没有看到珍珍子了，感觉非常的怀念。阿娇更是像小粉丝看到大明星一般，他说珍珍子就是我们年轻时候的偶像啊，现在见到还是觉得好喜欢他。刘以豪、陈婷妮等剧中主要演员也都争相想和珍珍合照，探班的现场瞬间变成小型粉丝见面会。妥宗华、珍珍45年前曾合作 OTT 娱乐提供，阿娇见到珍珍当场激动拥抱。 OTT 娱乐提供，阿娇见到珍珍就像小粉丝。 OTT 娱乐提供，珍珍惊喜探班种菜女神剧组。 OTT 娱乐提供。